然大话精灵是来体验当小殿下的，那就绝对不能错过直隶官府菜。哇，乌龟记，还不快谢谢我，要不是我哪有那么多好吃的。最好吃完就跟我回去。吃完我二位再不吃菜可就凉喽。哼，你确定这是表演？汉昭烈帝荆轲特地准备了一卷白洋淀官方地图的介绍，还请一听。荆轲，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，春关芦芽尽出，夏有浮绿河红，金秋芦荡飞雪，严冬寒冰肆虐。白洋淀上承九河，下流入海，如此美景，乡间何太急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留在这里？河北服玩家问了我许多关于河北的问题，很多都可能是雷，大家都挺失望的。我想证明给大家看，还是那个称职的大话西游百科全书，我可以的。来河北后看到美景，吃到好吃的，还能和大家说说笑笑，突然就觉得好幸福啊。我决定了，还是陪你去玩吧。啊，你不是要抓我回去换三只神兽吗？你在游戏里陪玩家这么多年，一直替我们答疑解惑，这次换我做你的向导。你这么笨肯定会迷路啦。谁说我笨了？这些年你在游戏里问了什么丑问题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二位化敌为友，属实不易啊。那就让皇叔给你们合影留念。我用的可是乐凯妖卷。来吧，要一个。哎，人呢？这是匕首山庄。康熙。